台北起家厝，第一家。上人当然去跟上人报告我们救婚会的修缮，那感恩上人，今年四月份我们开始启动修缮哈，用了30年的救婚会，在内部当然会有一些需要维修的地方，管线啊等等哈，那我们今年四月份开始启动，这就开始维修这样的修缮工程。那我要跟上人报告，这个因缘真的不可思议哈，这个房子当时的木作啊。当时是林辉堂师兄介绍了一家工程来做的，那这个工程的老板吴振兴先生啊，竟然在30年的之前做了之后，现在传给他儿子，那他儿子现在是承担我们这一次的木作。那更可爱的是，木作的工人，当时的一个工人陈先生，他这一次也来参与。他当他把一楼跟二楼挑高的地方打开的时候啊，他说哇不可思议，还好我当年30年的时候，我老板叫我把它做得很好，所以当他在打开的时候啊，东西非常的结实，依然的非常的坚固。他说好在那时候没漏开，不然开开就是自己的，漏开就自己，因为二楼本身没有条啊，给他没有条啊，所以要靠的那个顺做得很漂亮，力量才可以承担。所以他说没想到30年之后，他可以在这个地方重新把这个建筑物重新再做内部的整修。那我要跟上人报告了哈，你看这个地方是我们现在以前的音控的这个讲经堂的地方，整修完之后的样子。那我们那天发动大安区所有的师兄师姐去打扫，把它打扫的焕然一新哈，准备我们社区岁末祝福要使用。家里的海里给出，家里的啊，真想啦！本来就想啊啦，搁予恁安尼吼，再表达一下吼，啊，等于搞我想一个吼，很怀念，看到了起家厝，多少年呐、啊？那个时候，我到了台北，住在这里，不知道多少年前的啦。现在还要回顾一下是哪一年，那个时候呢是差不多每个月都出门，现在呢真的是连一年一度要出门可能已经很难了啦。所以呢回想过去，何亲亲真正的很值得去回顾。那这个空间，尽管你怎么改怎么看都是很熟悉，很亲切感啊。而且一个老人好像我去年去都保存了那个空间，是真温很温馨啊。那这个地下室呢，那个时候应该就说起家厝多久，那就是法脉之家宗门道场，那个时候在宗门底下开的法脉精神理念呢，在那个所在带出来，所以这真正是我们要好好的保守。似乎现在要去那个地方已经越来越难，不过呢那个心永远分分寸寸、啊、我都很珍惜它，因为很多菩萨都在那个道场产生出来。不过呢，时间的过啦，那有缘菩萨就从四方八达上下，所以变为十方。大家人呢，这台北交通真拥挤，也能底下底家。还有呢，那个很怀念的吉林路，
那是李吉叔救的，那当初在那个道场李吉叔啦，所以我现在也是很想念李吉叔。我要去哪里，就是他开着他的车载我专线走，他提供很多的给我有度众的因缘跟机会啦，所以现在回顾，莫忘那一年、那一人、那一桩事，历历啦，都是很值得去回顾与珍惜。那各位菩萨们，期待您这么用心，把我们的起家厝啦，就很用心把它很细腻的这模型，就是提来告诉我的冰头前。那现在看到画面，那是就是啊、这空间，所以呢，了解大家人的用心，我也真期待这几天的来底能有没有机会再跑到那样的空间。再去走一走，是啊，所以总是呢，无法度去磨灭掉的记忆，当然就叫做历史。慈济虽然是在花莲，是花祥地，但是呢，广招来众啦，迄当阵我要去病院。力量上大，也是在台北啦。所以在这个所在呢，所要起病院开始，就是在这个所在，大家很多人来发心。所以咱起码医疗事业也有这间病院啦，大医王啦，那一份的真诚用心。守护生命，守护健康，守护爱，这一起头都是现在在座的各位菩萨，奔走大街小巷，你哪呢？去安尼点滴点滴去摸，这是我真感恩。现在在座啦，我现在是无法一一来表达，不过呢。迄、那个历史一定要建立，所以吼、哦，好好的守护起家厝，把咱呢祖籍的迄个书信，要请人来用心来个藏，吼、哦、记录该存。好，咱这呢真感恩哈。这大家人安尼用手看、推、看、挤吼，要挤个一堆连飞起来吼，是真无简单。这个纸真顶，感恩啦、啊。所以我就讲这个纸真顶，这是很用心吼。那为的这一波的疫苗，对不？当然啦、啊，是长年累月啦。就是心无退啦，手无停啦，嘿，啊，脚行路嘛无停啦，所以那一念心无变啦，所以呢，这个把心一念心守护好一念心，菩萨行了不能停止，所以呢，伸出双手，那是多少的。千手千眼的观世音，所以感恩啊，这需要您大家人用心用爱哈，感恩您哈，那你只要精进再精进，进步再进步，好好的站稳来，我听听呢，都是安尼，总是呢一心无二气啦，步步精进啦。就甲恁感恩吼，起家厝，大家人爱去顾伊，吼，也平时师傅若无来，
恁呢还是读书啦，哈、哦、等等，精进啦，还是继续。感恩大家。